均平权在我们两年前就开始推，去年我们已经编了预算，今年已经开始执行，就是所有的国中女生都可以在学校拿到折价券，然后到莱尔富超商去取得你所需要的生理用品。这个已经不是未来，这是已经正在做的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才跟上来，其实也是好事啊，表示他们可能也终于认同了台北市的一些做法，不是说台北市一成不变了。